去别人那里吧。那我闻闻。没有别的小姐姐的味道吧？有。怎么有别的小姐姐的味道呢，哥哥？她肯定刚刚进去别人那里了。欢迎彤彤主人。欢迎彤彤主人。欢迎彤彤主人。快点奖励彤彤，快点奖励王宝，要奖励，奖励奖励，拜托拜托拜托啊！我坏掉了啊！求求求求塞你嘴里了，那你给哥哥来阿黑眼起飞？怎么起飞？是这样吗？是这样吗？Oh.
烦。那我下次给你换个小一点的。我下次会不会大了？是彤彤的嘴巴太小啦，是吗？好痛脏了，要擦擦，用砂纸擦擦，用砂纸会痛的。嗯，让哥哥帮你剪掉，不要擦擦。Thank you.
雪瓶。玩包跟头发了吗？爱上了吗？滚动的根本看不到，我也是看不见。感谢家哥哥的干
都被哥哥吃掉了。欢迎放假，欢迎炸子，欢迎炸姐，炸姐爱看吗？炸姐也喜欢看。啊，怎么忍凶哥哥呢？吓到哥哥了，又把哥哥弄疼了。文道真是个小笨蛋。怎么能把哥哥弄错呢？给哥哥呼呼快！小的，我要吃葡萄，吃完饱的葡萄。那这样子啊，不准嘬，不准咬，含住。啊！你把皮弄出来了。
葡萄吗？可以吃两个吗？你这么贪心要吃两个吗？一个都不够。好吧，我多想吃两个。这个是彤彤的葡萄哟，这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看哥哥们都可开心了，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哥哥张嘴，我有急事。顶到你了，可是彤彤就喜欢这种被顶到的感觉呢。要是坏掉怎么办？彤彤喜欢坏掉的感觉，那就让你坏掉吧。好呢。
轻一点。没有，我这里没事。你是你？嗯。你掉了吧？没有。我听着是有声音。我这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我没有说话呀。因为我是左耳，你是右耳。啊？你是有点傻吧？不是，我掏的没有声音。这边没有吗？没有。等会儿又说了。所以我都没有声音，你知道吗？所以刚刚呢？喊着不行，不能喊着，要穿下去。
同意你吞下去呢？哥哥同意了吗？我哥哥不同意了，是吧？同意了吗？同意了吗？好吃吗？好吃。亲亲哥哥好吗？亲亲哥哥，亲亲你亲，你亲，亲亲哥哥。好一点的，对你坐好，坐好了。宝宝屁股痛了，需要哥哥给他拍拍。
是，难道不是？难道不是柔柔吗？嗯，拍拍。比较远吧，声音没有声音。姐姐帮忙看看你的小尾巴，你露出了你的小鸡小小尾巴，小鸡鸡，露出你的小尾巴。真的吗？尾巴吗？真的，我都能最喜欢你的小尾巴了。嗯。
这首文字。声音太大，声音大吗？真小，声音可大。把哥哥弄疼了，没有，哥哥疼吗？哥哥，哥哥，哥哥都叫出来了，你说疼不疼？哥哥打呼呼，糟糕，这样有没有舒服一点呢？是什么东西出来了？都给彤彤跟玩宝吧，拜托了，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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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哥哥，吃饱了，好臭，都是哥哥臭豆腐的味道。谁叫你吃那么多？因为哥哥喂的太急了。你吃，那你不要张嘴呀，把嘴闭上，叫我呀。好啦，那你上去吃。我不吃，哥哥是哥哥要给那。我们要吃掉的，那我们一起吃吧。我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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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脾气。
吧。我在偷偷睡觉。他，你在偷偷睡觉。对呀，我在偷偷的睡觉。蓝宝在干什么？蓝宝在偷偷的睡觉。嗯。Tongtong 真幸运，都三个小时了，我还一点感觉都没有。不是说好的要消化疗的，可是你为什么突然看不起Tongtong呢？因为你一点都不用力。我哪里不用力？要怎样才叫用力？这样吗？我的耳朵也被你弄碎了，你轻一点。可是，彤彤就想看到文宝这样受不了的样子呢。我的耳朵又被你干碎了。都不行，哥哥们都在笑你。让哥哥来吹。是你不会讲，是你都不会讲，你上来的你讲的，我跟你讲，你就给我来那个，我给我直接整不会。你看，整不会了，就是他的，他我接上了，是你没有接，我昨天没有接，没有接，我都有接。大家说是谁？是谁？谁输了？说是谁输了？彤彤，是不是玩棒输了？他老是不接我的话。老是都老是我给他抛的，是不是？是我抛给你，是我抛给你。我
同学，嗯，是不是我把你的耳朵扯坏？嗯，我错了，我错了，我输了，对不起。那你下去。下去亲哥哥一口，作为惩罚。你这么坏的吗？啊，亲哥哥算是惩，算是坏吗？有，亲就亲吧。可是哥哥就喜欢你这样的坏女孩。啊，哥哥有。你看没有？他们要扎你尾巴。啊，好痛，好痛。不吃了，那你也亲哥哥一口就放开你。那好吧，嗯，你好。嗯，哈哈哈哈哈哈！没钱了，没钱，穷鬼玩。你的鼻涕水又出来了，感冒，赶紧擦擦，别流到哥哥脸上去了。哥哥就喜欢我流到他脸上去，他会觉得啊，好好吃啊，痛爆的鼻涕水。吃点吗，哥哥？咦，好恶心！吃五块干什么？吃五块干嘛？就吃五块，让我们满足一下他。要一个一号给你双倍满足，一个一号帝王满足，帝王套餐一半的满足，要不要？要不要？超级爽，超级舒服哟。你看完吧，骚骚的样子就知道这个一号不简单啦、啊。我怎么不会呢？你看，彤彤这么想要的样子，这个一号肯定能够干翻他。但是不要笑，嗯，开个有节奏一点。怎么了，
哥哥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呢。哥哥喜欢吗？哥哥喜欢吗？哥哥不准叫，哥哥不能叫，别吵。我们睡觉，想摸鱼呀、啊！快坚持住，要坚持住！啊！什么声音？丸子要坏掉了！被彤彤打坏了！你往哪里倒呢？我告诉你听，我这可是32A，你这睡不了，要掉下去了。我是32A的，可见不住你呀、啊。没关系，你要往前面倒，倒到哥哥怀里去才对呀、啊。我可以在我的脸上装个磁铁，紧紧吸住。嗯，贴贴吗？嗯。觉得太快了就扣一，童宝跟晚宝会放慢速度的。加速扣二哟，三、二、一。哥哥坏掉了，哥哥坏掉了吗？我看哥
个钟没反应了。神之藏宝图跟彤彤空张词再长大一点刚刚喂的是导弹喂的是导弹吗非要长得很大很大才能吃掉吃掉那我们起来的话，你要我说什么？让我说御姐音吗？嗯，你看我今天这么可爱的样子，怎么会适合说御姐音呢？这样子，姐，来吧，贴贴吧，这里。姐姐好喜欢这种感觉啊。喜欢玩抱的亲亲，只要是玩抱的，姐姐都喜欢。那玩抱还可以再亲一个吗？可以呢，来吧。好变态的感觉。要不要把姐姐一口吃掉？是吗？怎么吃啊？这样子啊，让我说一句。还是我今天也很可爱啊，可是我不想说遇见你哦。我也很可爱啊，是呀，我妈妈挺多也可可爱呀。不准叫，不准羡慕，不准羡慕，不准羡慕，不准叫。要放屁了，哥哥有急事，快这样子，不要喷到哥哥脸上好吗？我好烦，最近拉肚子。哥哥喜欢闻屁，你不懂，哥哥们都有这样的嗜好。小大肠，亲爱的大肠。